慢慢往前走，来左右，他们会前面有人引导。
集呢，昨天我看那个怎么。快了，速度在正中央，赶快！在前面往前两三步，再往前一点，一二三，好 ，OK。线条这里，快点，你这样跑下来吧，这样子，躺在地上，不要这样子，装可爱，装可爱，快点，快点，他就不走那个路线，一二三，好，好 ，OK， 赶快走。十号哈，那你们就是这边是三号，这边是黄叶线，站着会比较好看。待会我这边先搬开来。我要接受别人绑架台词，好，不能说好吧，你先帮我搬。现在，我要这边要清出来。手上都有吗？哦，在这样子。那，现在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位置都 OK 哈，都了解哈。好，那我们现在差不多也2:30哈，那我们先上去休息一下。那我们到时候正式再会请，还会带大家下来哈。好。
先让这边平面的先问，好，那我们待会电子媒体一起接受联访，那可以先私下需要什么画面？对，好，那好好好，这样可以，好好。郑玉婷，郑玉婷在中间这一队，啊，第二队是那个建勋跟小文，啊，是这一队，好，那第三队呢就是那个展维跟凯奇，啊，展维跟凯奇啊，这第三队，这样 OK 吗？哈。好的，弄错了，到时候全弄错了。好，来，我们先补画面。好，好，好，来，摄影师需要什么画面，跟我讲一下哈。看镜头。郑玉可不可以应那个媒体要求新娘抱一下？不行，那亲一个，亲一个可以的，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来，我们待会99秒，好，之前我们先来私情一下，可以吗？好，来，我们亲一个，可以，亲一个，对对对对对，好，来，哇，好温暖的，哇，完全不用练习了，不用热身了。好，这一对哈是陈建勋跟郑小文，哎，对对对，哇，也是非常优秀的哈，哎，是列车长在这里，两个都是列车长，哎，我们这边是列车长嘛哈，还在服务员，哎，对对对对，好，再笑一个，笑一个，哎，对对对对，好，来一样，好，应观众要求，我们亲一个，有没有怎么求？我们是下跪，有吗？建勋有吗？现在吗？可以啊，可以啊，这是你的日子啊，对对，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哎，对对对，好，来了，好，我们请建勋，哎，对对对，小文，你愿意嫁给我吗？没有变胖了，老师不知道来的时候，你要大声一点，你要讲话，要大声一点，不行了，我们进来了，不行，你愿意嫁给我吗？不行，大家我愿意啊。小文，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小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哇，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啊！好好，那我们请第三队，好，来第三队，好来，展维跟凯奇，好，展维跟凯奇，啊，他们两个都在台中哈，今天从台中上来的啊，今天有在，啊，来，哎，哇，我们展维，哎，对对对，都是售票，哎，对对对，目前都在哎在里面张售票的哈。哇，很帅哈、哦！那我们家的展位哈，下一个，哎，对对，我们两个都是新娘抱，啊，新娘抱，两个选一个，结尾，好，结尾，好，对对，我帮你讲出来，你心里的话，好，来，好，开始计时，好，5秒钟，啊，哇，好温暖哦，我好喜欢看到后面的，看到没有？漂亮，哎，对对对，好，好，来，那现在电子 OK， 平面的 OK 了哈，那我们电子 OK。到吧，浩平他没有来，还是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个好。来，我们先把。刚入职的开始。三点可以开始。有没有在哪里可以拍到？我们那边四楼有打开来，有打起来。看这边的，我们有人拍。哎，对，这我们。然后
样会有花篮，就拿起来放花篮，知道吗？我们去把花篮拿出来。Thank you.
我们陆局的行政处服务哦。好，慢慢来，我们的小花童会为各位新人撒美丽的玫瑰花瓣。好，接下来第三对，曾国轩先生、邱婉玲小姐，请进，掌声欢迎。
恭喜你们。好，下一对新郎新娘准备入场，刘建宏先生、曾静雯小姐，请掌声欢迎他们进场。林一君小姐，请掌声欢迎她入场。
喜我们的凯琪哦，凯琪基本上我也认识了，恭喜你哦。那我们的这个新郎呢，掌柜也是非常久违的经验哦。恭喜你们两位都是我们台中玉武馆的员工。好，我们请下一对新人，请准备。Thank you.
陈奕陈小姐，请掌声欢迎。好，我们发现到通常进来的新人都会先把眼光撇向自己的亲友，为什么？这样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好就不会紧张了。好，我们的小花童也持续在努力的完成他们的工作。那新人走到最前面的时候，要记得停一下下哦，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你们幸福的画面哦。好的，让我们欢迎下一对新人，蔡俊宏先生。许明峰先生，沈玲如小姐，请。
得先提一下哦，一定记得要提一下我们媒体朋友的捕捉大家的幸福画面。好，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集团结婚最后一对新人进场啦，真诚真灵先生戴静茹小姐，掌声欢迎他们进场。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请问一下，我们女方的亲友在哪里？挥挥手，好不好？哦，女方的亲友，那男方的亲友在哪里？来，男方的亲友，哎，苏朗姆苏丁耶，就算不是也挥一下哦，不是啊，谢谢。哎，接下来这个仪式要非常严肃喽，哈，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求婚仪式。好，求婚仪式，那所以新郎先准备一下哈，先让你们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那我们媒体朋友们，待会呢，我们的求婚仪式啦，哦，什么婚戒的这个要套婚戒嘛，还有这个拥吻的时间，就请媒体朋友不要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好好捕捉一下画面哈。从今而后呢，我们约定的爱要开始了哈，从相遇、相知到相识到相爱。所有的新人们决定结为连理，相守一生。结婚是一辈子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肩负起非常重要婚姻里面赋予你们的任务。祝福你们都要以真挚的心包容照顾彼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啊，现在呢，就请所有的新人请面对面，可以先瞧一下哈，看看位置够不够哦。那我们先练习一下哦，这个新郎你先不要下跪哦，不要这么急着现在跪哈，因为有一个笑话说，小明问他爸爸说：“爸爸，我问你啊，那个你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跟妈妈下跪？”爸爸说没有。小明就说：“为什么？”他说：“妈妈说以后跪的机会还很多。”好，我们先练习一下了哦，来。新郎啊，新郎，来来来，新郎先跟着我练习啊，请新郎说亲爱的，好像说不太出口是不是，看着你的新娘啊，亲爱的，你愿意和我共度一生吗？来，先练习一次，预备起。我觉得大家还不够严肃，不过是有幸福啦哈，有幸福的感觉啊，没关系。这样算练习好了，还有没有人想要练习的？那个新郎要不要举手一下，再给大家机会哦，完全不用练习了。好，那我们就请新郎全体新郎单脚下跪。既然都已经参加集团结婚，你觉得我会放过你们吗？啊，不是啦。好的，好，我们为了不要让新郎跪太久，请大家拍慢一点。哎，不是不是，啊，请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哈。来，新郎，请认真的眼神看着你未来的另外一半，
举起你的婚戒，大声的说，先不要动婚戒哦，先不要动婚戒，现在只是问而已哦，亲爱的，你愿意和我共度一生吗？来，预备起。好，还没有，新郎新娘还没有回答，所以婚戒还不能到。好，来，新娘准备好了哈。新娘，来，我们一起说好了，请新娘要用坚定的语调大声的回答，我愿意，预备起。现场没有热烈掌声哦。好，先不要急，先不要急哦。来，我们这个要把这个画面好好这个准备好，因为现在要把这个婚戒套上去这个新娘的手指头。请新郎把婚戒套到我们新娘的手指头上，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一起倒数三二一，预备起，三二一，好，要 pose 住，要 pose 住，因为我们要请摄影朋友们能够捕捉这个幸福的画面，对，就是这样。好，那亲朋好友都在旁边拍照，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好，赶快再给大家十秒钟拍照，拍照。好，我们请新娘很温柔的把新郎扶起来，好不好？感觉是好像有的新娘想要新郎跪久一点，趁这个时候。有，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们，你们不要急着离开，因为接下来的画面才是更经典。大家好的，在大家的见证下，我们要请我们新人们拥吻99秒啊。刚刚私底下有听说，我们新人在家里有练习过了啊，就是要怎么样警告给看戏啊，你哦，在这个画面上才不会太难看哦。好，来，我们现在还是请新人面对面，好不好？面对面哦。如果你觉得那个捧花有点碍手的话，可以先放在地上，没有关系。好，如果你觉得拥吻的时候需要拥抱啊，或者是做一些手要放在哪里的动作，好，来，我们画面准备好了没？好了，99秒开始哦，哈，来，这个需要练习吗？不需要了哈，大家频频摇头哈。好，来，请摄影大哥，请亲朋好友准备好你的相机、手机、摄影机哦，我们倒数99秒拥吻。来找茬哈，那个没有吻的哈，待会要单独上来到台上来吻给大家看。我相信在我这样的策动下，应该没有人敢不吻了。还是有人想要上台吻，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哈。99秒，很快，目前已经80秒了。好，倒数77秒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99秒的倒数，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见证这个长长久久爱的亲吻啊。那个新人们可以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说呢，换个头，换个右边啊，左边啊，那这样子你的画面会比较多元化一点。或者是说呢，能够把新娘抱起来转一圈，边转边亲，我们也是不反对啦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很酷手，有没有？希望能够有点创意的婚礼哦。慢点，转一圈，快点。或者是说，大家可以拥吻到我们这个旁边的民众呢，有这个情侣的、夫妻档的，我们也欢迎加入拥吻的行列，好不好哈？见证这爱的时刻。好，倒数要进入这20秒的时间当中了哈。我们待会19、8、7会带大家一起数哦，请新人们珍惜这剩下的十几秒钟，准备倒数，10、9、8、7、6、5、4 ，hold 住，3、2，掌声！我们恭喜我们的所有新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松一口气的感觉，还是很不好意思的。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属于这个东方人哦，在这个大家的见证下拥吻哦，总是有些不太习惯哈。好啦，现在
谢谢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我们请回座好不好？请大家回座，谢谢。代表上台为我们举行证婚仪式，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新郎杨振玉先生以及我们的新娘王玉婷小姐，请上台。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新人代表上台。新人代表呢，两位呢都是我们的台铁人啊，目前是台北车班的列车长，由他们来代表我们38队的新人来进行证婚仪式。首先，我们要恭请我们的证婚人周局长为我们宣读结婚证书。来，我们请麦克风。可以多绑一个啊。结婚证书，这总共有38份。那我先宣读：杨振玉、王玉婷。杨振玉出生于1966年12月22日，王玉婷出生于1969年8月7日。两位于台湾铁路管理局台北车站1楼多功能展演厅结为连理。许下今生不渝之誓约，携手同心，在人生的旅途互相扶持，相敬相爱，幸福美满，情定一生一世。结婚人杨振玉、王玉婷，主婚人财团法人台湾铁路管理局职工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永和，介绍人台湾铁路工会理事长谢盛明，证婚人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局长周永辉，中华民国103年12月20日。谢谢我们的局长。现在呢，我们请新人代表新郎振玉，请新人代表为我们用印章。来，两位一起哦，好，来，小心。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新郎杨振玉先生，请用印。好，还有我们的新娘玉婷，请用印。好，谢谢两位。来，我们请稍后退一点点哦。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主婚人，我们的陈主委。陈主委，请用印。好，谢谢主委。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谢理事长，是我们的介绍人，请用印。谢谢理事长。接下来有恭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局长周局长，请用印。好，我们的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都用印完毕。现在我们要恭请我们的证婚人周局长为我们颁发结婚证书给我们的新人代表。来，请两位往前站。请两位往前站一点，谢谢。不要那么痛的时候站。好，我们请往前看一下镜头了哦。我们的新人代表为我们接受这个结婚证书，请大家掌声鼓励。也谢谢我们的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请在台上稍候一下哦。我们待会还有一个赠礼的仪式哦。好，我们再次谢谢这一对新人代表振玉跟玉婷哦，也恭喜你们。好，来，振玉跟玉婷，那个振玉你那个还是要拿着，因为待会要念这个誓约。好，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所有的新人应该都有带誓约出来吧？来，请把你们的誓约、结婚誓约拿出来。来，我们给那个新人代表一个麦克风好不好？来，老师麦克风，谢谢。好，现在要由我们新人代表
带着大家来，我们往前再往前一步，谢谢。带着大家今天先来宣读我们的结婚誓约，那当然现场另外37对呢的新人也请大声的念出来哦。好，来，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结婚誓约，我们决定手牵手一起面对往后的一切，不论苦与乐，我们彼此真诚相爱，欢喜结为夫妻。今后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富有或贫穷，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青春或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舟同甘共苦，成为互伴终身的爱侣。我们要坚守今日的承诺，铭刻此时的誓约，用我一生爱你一世。掌声鼓励。用我一生爱你一世哦，这是结婚的誓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证婚人周局长要我们致赠礼品。我们周局长特别挑选了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礼物哦，要送给每一对新人。首先呢，来是我们的好运金蝉，来，我们请证婚人，我们的局长。好，这是特别挑选的，局长挑选了两样礼物哦。我们首先，好，先把它打开来哈，把它打开来。有两样哦，一个就是我们的好运金好运金蝉，是祝福我们的新人能够早生贵子。那另外一个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哦，比宝石还要珍贵的礼物哦，就是我们的贯通石。好，这两样哦，传说隧道贯通的这个碎石具有神奇的力量，又可以求财又可以求子，非常特别的礼物。来，我们请我们局长颁发这个礼物，非常的特别哦，我们的金蝉跟贯通石，掌声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生贵子哦。好，谢谢。好，我们先请小姐帮我们收回去，谢谢我们的局长。接下来我们请工会谢理事长要致赠这个工会所准备的我们的平底锅，告诉大家这个厉害的才来了哈。平底锅干什么呢？当然这个是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哈，两位一起进厨房好不好？甜甜蜜蜜的做出美好的佳肴哦。这个好，我们掌声，我们谢谢谢理事长。好，不要只是盖棉被纯聊天，有时候要进一下厨房，有没有？厨房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哦。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支付代表，一生一世镇守爱情，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礼金。礼金有4个0，好，前面就不说了。好，这是我们这个支付会所准备的我们的爱情文证跟礼金，谢谢。好，现在我们所有的新人，来，我们面向我们的主婚人、介绍人以及证婚人，好不好？我们所有的新人，请面向他们哈，请所有的新人向我们的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一鞠躬，谢谢。我们也请我们主婚人、介绍人陈主委跟谢局长先请回座，那我们的局长请留步。好，然后新人来，请陈主任委员，还有我们台铁工会也是今天的介绍人，谢理事长，还有我们杨处长、陈处长，还有非常多的贵宾，尤其是今天有38对新人，再次表达这个恭喜。那么其实今天的组合有3种组合，第一种组合呢是嫁女儿的心情，因为譬如说陈晨嫁给江明义，那么通常是台铁人这个嫁女儿的心情哦，这个反正处长在这边嘛啊，如果这个新郎官没有好好善待我们台铁的这个女儿的话，那么以后呢，这个处长就会好好的，怎么样哈？这个有另外一种组合。那么其次呢？刚刚在电梯碰到的这个庄文贵，我们台北站啊，还有我们建宏娶了妓，是我们台铁人啊，是娶媳妇的情。
啊，那么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娶媳妇啊，就是相当于多了一个女儿，啊，所以我们一定啊，两肋插刀啊，这个无论如何有什么对待不好的地方啊，随时要告诉我们。至于另外第三种组合呢，是新郎跟新娘啊，都是我们台铁在台铁服务。那么这种组合呢，如果尔后有什么纠纷的话呢，请直接找直属主管。那我想今天很开心哦，我刚刚也看了38对新人非常慎重的这个说了誓词，确实是要互敬互爱哦，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今天在这个圣诞树下，而且我们看到大家的祝福，尤其是在我们台北车站大厅啊，是台湾的中央车站，要在这边举行结婚典礼确实不太容易，就是如同刚刚司仪讲的，而且刚刚能够有这样子亲吻99秒的动作，只有能够在这边举行结婚典礼的话才有办法。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的与会的家长，还有非常多的旅客、贵宾，还有媒体先生、小姐，还有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二楼也非常多这个访客啊，拿着相机来拍摄。我要跟38对新人说，我们在这边是满满的祝福，祝福各位幸福满满。那么台铁是铁定要幸福。那么我这预告，38对新人呢、啊，一年啊，赏位期一年。如果有宝宝的话呢，可以跟我领那个台铁宝宝的纪念品。掌声鼓励一下！哇，我们局长又要再送礼物了。我们台铁啊，曾经人丁很旺，那么今后呢，非常希望在我们台铁大家庭里面，大家呢，在这个社会的氛围之下，要能够生产后果。那么今年的意思啊，也是一个多子，也是一个多金。那么问子呢，是这次最磁场最强的。我们这是特别啊，从这个苏花港公路总局啊，把它调进，那么这个特别赠送给各位，非常强的一个磁场，所以你可以放在床头，如果不怎么灵的话，就放在床尾，一定灵。那么很开心在这边，也非常谢非常多的家长以及是我们亲友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放心，这38对新人从今天开始都是我们台铁的一份子。那么我们会好好的，鞭策他们能够呢早日达成父母亲的心愿。那么也祝福各位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早生贵子，幸福美满。谢谢，谢谢。谢谢局长，谢谢，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证婚人周局长，谢谢。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贵宾哦，就是我们的公务处那个李处长一直跟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报告处长，我们时间进度太快了，你可不可以上来帮我们讲个5分钟？我们公务处这次有3对新人啦、啊，好，那我这个斗胆哦，请这个李处长上台为我们为这个新人祝贺词，好不好？那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处长。大家多欢迎你啊！来来，麦克风地上。处长穿这么帅，怎么可以不让你上台呢？诚挚的哈，的祝福各位有个很幸福很的将来哈。对不起，我实在是不会讲话的哈。不过我是真的是很满心诚服哈，很诚恳哈。我的祝福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李处长，谢谢。
谢谢啦，不好意思，我们下次应该还有见面的时候，看是不是再冒犯处长哈。好，其实呢，虽然我刚刚有稍稍透露了一下，我们今天进度有点往前赶呢，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呢，当然是大家的新人呢有点紧张，走得比较快哦。那当然再加上我讲话比较快一点，那不过我想要留一点点时间哦，给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上台的人。好，那我是希望哦，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来参加这38对新人的父母亲，或者是舅舅、阿姨、姑姑们，您是家人的，请您上台好吗？都没有人承认我是爸爸妈妈吗？来来来，上台，请上台，来，请你们上，掌声欢迎我们的爸爸妈妈、姑姑、阿姨、婶婶、舅舅们，来，请上台，真的，不要客气哦，这是我利用我司仪的这个特权，请大家上台哦，真的，我们没有排这一段哦，啊，通常我们都说哦，这个新人哦，幸不幸福哦，夫妻幸不幸福？哎，可以靠近我一点，别人不会误会，真的。新人幸不幸福哦？家人很重要，你们的支持、你们的鼓励，对他们来说是未来幸福最大最大的指标。好、哦，哎，这哎新妇哈、哦，卡不要猪脚两斤，好嘎嘎，好慢慢那卡哦哈。其实现在哈、哦，男生有的也很会煮饭，像很多那个电视台里面，我们看什么兰溪主厨啊。那都男生，好，很会煮菜哈，没有关系，好，他们已华裔点后了哈。那为什么我要请这些？来来来，大家都集中集中哈。这些呢，是我们今天38对新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们都在台上，对不对？来，我们新郎新娘挥挥手，好不好？跟台上的爸爸妈妈挥挥手，很难得哈。好，那我们要请各位新人做一个动作哈，因为呢，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对一对请上台来用你们的鞠躬来答谢他们对你们长久以来的照顾跟爱护，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好，我们让台上，你看用整个叫碎啊，根本不要让他们上台，怎么可以错失这个机会呢？哈，好，来，我们台上的亲朋好友们，谢谢你们的参与，未来他们的路一路都有你们，请多多鼓励他们，好，把这个责备啊，哈，什么都藏起来，哈，用爱的鼓励，哈，多多鼓励他们，这样孩子会比较多哦，哈，真的，好，孩子会生的比较多。比如说，他们把贯通石放在床头，你们觉得没有用的时候，就偷偷把它放在床尾，知道吗？好，这个我们长辈可以来做了，哈。好，来，我们现在给新人们哦一点时间，我们请新郎牵着新娘的手，或者是挽着新娘的手，请面对。眼神看着你们的亲朋好友，你们的父母亲，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至少要5秒哦，我们请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台上亲朋好友们的支持、照顾跟一路上的扶持。来，我们请一鞠躬，至少要5秒哦。我看那个时间的长度，就知道你们感谢的心有多久。啊，没有啦，开玩笑啦。好，我们也请上现场哦，我们旁边没有上台的，我们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我们也为台上的亲朋好友鼓励一下，谢谢你们，请回座，谢谢。好，请小心台阶哦，请小心台阶。有没有觉得很幸福的感觉？好啦，终于松一口气了，今天大家都是最美的帅哥与美女，待会呢，我们还要在这边合影留念。好，我们再一次掌声。祝福我们38对新人，好不好？掌声、尖叫声！李晨，在此呢，我代表我们铁路管理局，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圣诞快乐、幸福美满、永保安康。谢谢大家，再会。新人稍等一下哦，我们请翁大哥来为大家确认一下我们要怎么拍哦，怎么拍这个照。那待会合照完哈、哦，合照完我们还是会留时间给大家，大家可以跟亲朋好友站在舞台上拍照哦，因为我们时间上是绝对足够的哦，请大家待会跟着我们温慧萍大哥的。好，我
们请工作人员来，猛男壮丁们来帮忙拿一下这个阶梯哦，因为我们新人38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怕这个阶梯不够站哦，所以我们有准备这个阶梯哦。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一下好吗？谢谢。这样比较好，对，谢谢，这样比较好。
伟霆，伟霆，交给你喽。谢谢，来，一二三，耶！好，我们请大家把这个，那个新郎新娘哦，一个右手，一个左手，我们弄成心形的样子。那前面的长官们呢，就请双手弄成一个心形。星星，对，怎么都这么冰雪聪明啊？好，来，一二三，看镜头。好的，好，那举起你的左手食指，举出来啊！我们现在要往左边，好，来，举起你的左手，对，左手，预备，来，三二一，往左边。好，这个比较不及格哦，因为没有可爱的笑容。再一次哦，好，再一次哦，来，一二三，耶、yeah! ！好的，还有没有要一些特殊的动作的要求？接吻讲，接吻不是我讲的哦。好，来，那个长官们就不用接吻了哦，我们不勉强，真的，怕不舒服啊。好，来，我们请新人们来接吻一下哦，好，来。我们先试亲，先试亲一下，看会不会挡到别人。来，先试亲一下，亲着亲着亲着。哎，拉住我。好好，摄影师可以吗？还有人没亲哦。哦，好，我们刚刚是练习哦。来，先看前面一下。我们一二三之后就请亲，好，然后内心数五秒，好不好？好，来，然后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请长官们双手这样子。好不好？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太棒了太棒了，非常 perfect 的画面。好，来，我们一二三之后就亲下去，然后心里数五秒。好，来，啊，准备好了，女士，一二三，亲下去，一二三四五，好，谢谢。还有人欲罢不能呐、啊，哈，最高的那一组哈，欲罢不能哈。好，那什么动作？再高难度一点的，比如说新娘抱那个，我看不要好了啦，有点太辛苦了。还有没有什么动作？来，三二一，一起说爱哦，要微笑哦，对，拿出最可爱的笑容。来，三二一，爱。好，谢谢。真的，我真的很多年没有结婚了，还有没有什么动作啊？啊，这样子，手举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挡到别人哦，两个人好不好？新郎新娘手这样子，对，就小的要接在一起哦，手指都要接在一起。长官们的话就一组一组好了，好，你们自己找一对的手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配合一下心，好吗？好，还是要用心哦，哈哈，长官们害羞。好，来，我们还是长官们，请用心好不好？好，来，三二一，很可爱，这张蛮可爱的。谢谢，好，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这边的贵宾们哦，也谢谢我们38对新人。接下来呢，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各给他们，他们可能自己想要利用这个提醒我们的新人哦，那记得待会再看。